兄姊妹朋友们，你们谁没有拿到节目单举手来，我们请我们同工举手的发给他们节目单。就留着几张。好，我一会儿要介绍一下音乐会，听音乐会的这种一个文化的习惯。我不知道我们各位弟兄姊妹是不是经常听音乐会，有没有啊？经常听音乐会的举手。不是中国二胡独奏的啊，是西方的经典的音乐会。那当你进入到音乐厅的时候，你第一件事你要找节目单。有的音乐会的节目单是要花钱买的，你才能拿得到。那么如果你看到节目单，你第一件事情你是安静的坐下来，来看你的，打开你的节目单，来看其中的音乐会的每一个演奏者或者演唱者。有的你是了解的，比如说 Pavarotti 在里边，那你可能就奔他来的，对不对？那是你很重要要听的。你对这个曲子呢，曲目呢，你也要有一些了解。那我在华盛顿住了很长时间，有一段时间我在华盛顿 DC， 华盛顿 DC 有个著名的音乐厅叫 Kennedy Center。 那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从香港来，他是 Kennedy Center 的经理，所以他手里会经常有十几张二十几张的闲票。那我就是经常就是票友，那他有了票呢就会送给我，送给我呢我就会送给一些的我们当年的一些老朋友。那我们这些老朋友去了几次，我们才发现我们听音乐会是门外行是门外汉，不会听的。首先你的衣着很重要如果你进入到那种音乐厅，你穿牛仔裤可能不会让你进的，他需要你穿的是正式的衣服，因为表示对歌唱家和艺术家的尊敬，这很重要，表示对音乐的尊敬。因为音乐是非常崇高的，非常崇高的音乐，音乐是上帝创造的，是我们精神升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所以当你听音乐会的时候，你的精神会升华，比你吃海鲜大餐对你的生命帮助更大，对不对？为什么很多人他宁可花几百块钱买张音乐票，他不去吃海鲜大餐呢？是因为他的需要不同，他需要更高的精神的追求。当你拿到节目单所以以后慢慢的，如果你参加美国的西方的所有的正式音乐会，只要是经典的西方的，不管是交响乐还是独唱音乐会，还是一些的音乐家组织的音乐会，你都应该按照这个规矩穿上正装。所以我们要求了你们要穿正装有一些听话也没听话大多数我们觉得我们教会今这几天的聚会我也能够理解，因为从头到尾，从早上到晚上不是单独听音乐会，所以今天原谅你们了下次没有穿义袍的就不让进来了对不对？耶稣基督当时这个举了个打了个比喻嘛，对不对？天国好像个王嘛，对不对？然后那个人就没有穿义袍就被赶出去了，没有穿衣服就被赶出去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身上没有基督的印记，没有基督的印记他就不能进天国。那当然我们扯远了我们现在就说我们的音乐会了当你拿到节目单安静的坐下来，你要细细的欣赏每个音乐，而且每个音乐结束的节目结束要鼓掌而且要用力的鼓掌，甚至要起立的鼓掌，长时间的鼓掌所以我有的时候我鼓掌鼓到我都鼓不动了，我发现那老美还在那儿鼓，我真的不太习惯，因为中国人鼓两下子就意思一下得了，但他们表示这个鼓掌表示对音乐的尊崇和对音乐家的尊敬，这个非常重要那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音乐会的产生。我们这音乐会产生是有一天我去了一个家庭去参加他们家的 party， 那就是 Gary 还有明春来请两位起立一下来来来 Gary 请起立，来 Gary 也请起立，我们组内的弟兄，我们教会的。那我到他们家呢，我发现他们家来了一群艺术家，那尤其有两个年轻的小男孩，哇，他们的钢琴真的让我听着如醉如痴。后来我就说，为什么不让更多人来了解他们有这么好的音乐的恩赐和才能呢？所以我们就准备在五月份搞一次音乐会。那可是我最近出差太多一直没有时间弄。后来我们就决定，我们在我们这个退休会里边有个音乐的欣赏晚会，我们请
了两位小钢琴家啊，他们都是在美国获得过很多奖项的钢琴家，他们一个是未来的大学生，一个是现在的中学生，所以感谢主，我们也请了几个歌唱家。我们这几位歌唱，大家看到这几位歌唱家都非常的著名，一会儿我会介绍啊，非常著名的歌唱。所以今天虽然节目不多，艺术家不多，但是每个人都有两个节目，而且非常的精彩。弟兄姊妹，你们看节目，大家可以看得到，好不好？现在我们请诗班先出场，我们教会的丰收诗班，请出场。丰收华夏基督教会的诗班是世界上最棒的，你们，因为每个人我都认识，每个人的生命，他们在主里面的追求和改变，我大概都知道。我们这里边有癌症得以医治的，有的婚姻破碎得以重建的，有的这个疾病得以医治的，来到教会，他们生命被改变。我们也感谢主。那我们这个诗班呢，是季节性的诗班啊，有的时候我们不可能长期在一起练习，但是我们这次就为了我们这个退休会，他们练了三首诗歌。第一首《荣耀归于真神》，第二首《谷中的百合花》，第三首《耶稣恩友》，指挥徐明春，钢琴伴奏袁哲月，请大家欣赏。荣耀归于真神。
好，我们打开我们的节目单。我现在介绍一位小钢琴家，是一个非常天才的小钢琴家，他叫加耍，他姓郝，加耍郝。那一天我在明春的家中，我看到他的演奏啊，我非常被他的音乐所感染，所以后来经过我了解啊，这个小朋友获了很多的奖项，其中有最著名的奖项是获得了2018年南加州青少年音乐节肖邦公开比赛的第一名，他也获了2017年蓝素木国际音乐节比赛的第一名。那今天晚上我们有幸来欣赏一个小音乐家，天才的小音乐家，我觉得他特别像那个莫扎特。莫扎特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的，他那劲头也很像，一会儿你会看到他啊。那么今天他要给我们演奏两个经典的曲子，第一个是肖邦的升 C 小调第四幻想曲，幻想进行曲，编号66。第二首是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钢琴奏鸣曲，我们欢迎加耍，用掌声来欢迎他。
谢谢嘉硕，太棒的演奏，好不好？好，感谢主啊，太棒了。那我介绍他的父母，来起立一下，让我们大家认识嘉硕的父母。培养一个小音乐家非常的不容易，那父母啊要花很多的精力。我有一个小好朋友叫郭昶，是神童小提琴，获过美纽音第一名。他说小的时候被他爸妈逼得差点没把琴砸了，特别不喜欢弹琴，但是后来他真的是弹出来了。好，感谢主我们有嘉硕这样很好的小提琴家，钢琴家，未来我相信他会更好。我们现在要请一位我们的歌唱家田建立。田建立是我的老朋友，我们俩在中国是一个单位的，他是铁道兵文工团的首席男高音，其实他是戏曲男高音。那么他演唱了很多中国当年著名的歌曲，不过今天他一首都不唱，他唱西方的歌曲。那他唱的第一首歌曲叫《重归苏联托》，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首著名的意大利歌曲，由库尔蒂斯兄弟来写作的，哥哥作词，弟弟作曲。那么这首诗歌主要表现对家乡的怀念。然后他写唱的第二首诗歌是《我的太阳》，帕玛罗蒂一个著名的歌曲。所以帕玛罗蒂被称为三大世界男高音之一，那我们田建立被称为洛杉矶三大男高音之一，掌声欢迎。钢琴伴奏袁哲乐。
琴，哎，用麦克风。手风琴是我们那个年代常见的乐器，所以当我们拿起手风琴就知道我们的年龄了，差不多。今天我们欢迎徐明春姐妹给我们来一首西班牙斗牛士。那其实这首诗歌原来最早是小号的进行曲啊，它是由西班牙著名的作曲家马奎纳的作品，那后来演变成为手风琴的独奏，非常的经典。我们欢迎明春，也是我们这次音乐会的策划人之一，我们欢迎他演奏。收今天的奉献，我们今天的奉献不是为退休会收，也不是为我们教会收，是为音乐家收。所以我们以后要这样的音乐会我们多一点的进行，如果你有感动啊，你就不管多少我们都可以啊，把这个奉献啊，也向音乐家们表示我们的敬意。那如果你写支票抬头写 HCCC 就好了。好，愿神纪念你们的奉献。
拉的多，你们多奉献点啊。下一个，我们欢迎小钢琴家，也是明春姐妹的儿子，我们欢迎奥斯汀来今天给我们演奏两首歌曲，两首著名的曲子。奥斯汀·秋曾获洛杉矶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2013年洛杉矶青年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那么他是未来的医生，他立志做一个医生来治病救人，所以我们今天会欣赏两首著名的歌曲，著名的钢琴曲。一首是肖邦 G B 小调第二协奏曲，肖邦写了四首协奏曲，那最著名的是这一首，作于1837年，常为钢琴比赛的曲子。好，我们来欣赏。
现在要欢迎一位年轻的女歌唱家张金玲姐妹。那张金玲姐妹是上海音乐学院的主修钢琴和声乐，后来她要到韩国去进修，后来来到美国以后在 Azusa University 读的音乐现在主修声乐现在是师母她的先生是一位传道人。那她也是去年在我们这里唱诗歌的张弟兄的女儿。她今天要给我们献两首英文的诗歌，第一首《光明颂》是亨德尔歌剧的新歌剧《参孙》的里边的曲子，又名《光明的六翼天使》，描写的是天使吹号敬拜上帝的情景。他为我们献上的第二首歌是Holy City 圣城颂，这首诗歌是由史蒂芬亚当斯作曲，那么在伦敦1892年发行的，主要描写圣经里启示录新天新地华丽荣美的景色。这个曲调非常的优美，歌词分三大段，第一段描写古城耶路撒冷的荣美，第二段情景忽然改变，呈现出痛苦黑暗的临到，第三段情节再次的改变，神的国度降临，众人齐声颂扬神的荣耀，因为他的荣光充满了新耶路撒冷。好，我们来欢迎张金玲姐妹，钢琴伴奏李贤珍。我们这位钢琴家是从韩国来的，韩国的姐妹，欢迎他们。
现在介绍一位小提琴家李冰姐妹，
李冰姐妹是在中国著名的小提琴家，她也是中国12乐坊的小提琴手，现在在尔湾。那她今天给我们演奏两首曲子，第一首曲子是我亲爱的爸爸普切尼歌剧《贾尼斯基基》中的一个咏叹调。那么这个内容是表达一个女子要嫁人，爸爸不让嫁啊，所以她就要说我亲爱的爸爸 Oh my God 亲爱的爸爸。歌词大意说啊，我亲爱的爸爸，我爱那英俊的少年，我愿到罗萨门去买一个结婚的戒指，我无论如何要嫁给他，假如你不答应，我就在威克桥上纵身投入那河水中，我多么痛苦多么悲伤啊，天哪，我宁愿死去，爸爸，我恳求你。那么第二首是查尔达什的蒙蒂的查尔达什，是一首著名的匈牙利的曲子。好，我们现在来欢迎李冰，那么钢琴伴奏张金玲，我们请二位艺术家到台上来，还有她的丈夫，还有她的女儿啊。丈夫一会儿最后一首演奏给我们演奏演唱两首诗歌，我们一会儿再介绍他，石磊弟兄。我们现在来欢迎李冰。
下面让我们欢迎石磊弟兄。我要特别介绍石磊，我的好朋友，我们俩老乡李斌、石磊，我们都是黑龙江人，他们是哈尔滨的大城市的，我是望贵县的小城市的，我们在美国成为主内的弟兄。石磊是中国大歌剧院的男高音，首席男高音，那在洛杉矶的歌剧院也扮演很多的角色。他个小，所以他一般都演孩子，在歌剧里边他一般都是演那个小孩。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请他，也请金玲为石磊伴奏。那么石磊为我们献两首诗歌，一首诗歌是弗雷的《梦后》，这是法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品。还有诗歌是《天神赐良》，弗兰克的，这也是一个著名的男高音，一个拉丁文演唱的歌曲。我们欢迎石磊和金玲。没有，我这样讲就好，不用好。对，弟兄姐妹平安。好，好，分享信息一样。其实不是为大家想简单聊聊这两首歌，因为我觉得第一首歌是法语演唱，是弗雷的。然后这个弗雷这个人，这个作曲家的这首曲子是我最喜欢的法语艺术歌曲，没有之一。然后弗雷这个人，他从小是在教会的诗班做这种教会的诗班长长大的。然后这首歌的词作者是他的一个朋友，我只想跟大家讲讲这个歌词讲了一个什么。大家看《梦后》，这个作者他做了一个梦，然后呢他梦见他梦里面遇到了一个姑娘，然后双双飞上天空，然后呢等他慢慢醒来的时候，他开始把这个诗写出来。大概歌词的意思是说，在一个美丽的肖像中，然后他睡去了，然后他想到一个画面，一个近镜头，一个美丽的眼睛，然后美丽的声音，然后他觉得他们两个人飞起来了，然后在天上一边飞一边看这个美丽的世界，然后一起去那个光明的地方，然后突然间他就醒了。然后歌词说，哎呀妈呀，我怎么醒了呢？我怎么能醒了呢？ La vie， 就是一会儿你会听到这个歌词，然后说，我在夜间呼唤你，我在白天也呼唤你，回来吧，回来吧，回到我的梦里面。就这首歌讲的就是他的一个梦醒时分的这样一个感觉。
看到那个美女吗？下一首歌，我在我们教会已经应该至少分享过两次了，好像至少是两次。天神赐良，然后这次我们有这样音乐会的机会，我就好好介绍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是神圣典礼，是圣歌里面的一个套曲里的倒数第二首，原文是拉丁文的，它是一个像弥赛亚一样，天赐神良，天神赐良，我可能打错字了，天赐神良，我打错了。在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阿们。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晚餐，耶稣也拿起饼祝福掰开，就说这是我的身体，而拿起杯祝福说这是我的血。所以大家听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要想的那个天赐的神粮就是耶稣的身体和他的宝血。
好，我们最后一首，我们一起来唱《你真伟大，友谊地久天长》。我们请金玲，金玲来，明春给我们伴奏吧，好不好？来，好，大家一起起立吧。我把荣耀颂赞归给主，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你真伟大》。友谊地久天长。
手，让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在主爱里边来彼此相爱。圣灵感动和保守伴随我们